Hello， 大家好。咁快咧又进入咗冬令时间噶啦。咁我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倾下咧，就因为我见到好多朋友咧就开始自己做生意，但系唔知道好多啲税率方面嘅问题。咁我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倾下呢一方面嘅问题啦。同埋咧，你哋而家见到个画面咧，就系我上一次咧同朋友一齐就去咗。National Trust 其中一個地方咧 ，Quadside， 咁佢位於咧就英國嘅東北部咧 ，Northumbria 咧，咁因為佢佔地嘅面積好大啦，咁你就可以揸住架車咧就去每一個景點噶啦。咁我今日咧就主題咧就係想講下英國嘅 VAT 方面嘅問題啦。咁好多華人咧嚟到英國之後，你最中意做嘅生意咧就係飲食方面嘅生意啦。類似一啲外賣店啊，咁因為容易上手啦，同埋咧就脾肺冇咁大。咁如果話咧你去買人哋嘅生意翻嚟做嘅話咧，你要問清楚人哋咧，你之前有冇報翻VAT 嘅？咁而家咧就 VAT 咧，你嘅營業額超過85,000一年嘅話咧，你就需要登記 VAT 噶啦。咁如果话你买翻嚟嗰阵，人哋已经报紧 VAT 嘅话咧，你咧都要报翻 VAT 嘅。咁如果你做下啲生意咧，越做越得嘅话咧，咁你都唔得啊！我一年嘅嗰个营业额都唔超过85,000嘅话咧，你就要同你嘅会计师讲，请佢咧帮你向税局方面咧就申请取消嘅 VAT 噶啦。咁如果话个会计师觉得你真系啲生意真系唔得嘅话，咁佢帮你去申请嘅话咧，咁你要等嗰个税务局帮你批嘅，咁分分钟或者都有人嚟check你嘅生意额嘅。咁如果话你啊交 VAT 嘅话咧，咁每3个月你就要交一次 VAT 噶啦，咁会计师咧就帮你计好条数，咁你睇完之后签埋名。跟住咧就网上递交俾税务局啦，咁税局 check 完之后咧。就同你嘅business account 嗰度咧，就自动咁扣取嗰啲VAT 费用噶啦。咁好多人咧就去咗 Costco 啊，或者 Cash Carry 啊等等啲超级市场啊，或者其他啲铺头度去买嘢。当你 check 翻张receipt 嗰阵咧，你就可以见到佢total 括弧咧，佢就写住 includes VAT total 几多钱。咁佢下低嗰度咧，仲会写清楚。但是你今日俾咗几多钱嘅 VAT， 咁你好清楚可以睇到条数啦。咁呢样嘢咧，其实系方便会计师同埋做生意嘅人士咧，系计翻嗰条 VAT 出嚟嘅啫。今日咧一个简单嘅分享，唔知对大家有冇帮助呢？多谢大家嘅支持，我哋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